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。结构整理当中，你会觉得这个操作起来啊，尤其你看这一波，你看涨上来之后，你没有卖，它急速的拉回，哦，那你会发现很折磨人，感觉好像很难做。这个时候才看得出功力，你觉得钱一定觉得很难赚，好，来到1500多亿就变司空量，这一波1670亿，好，那我举几档股票，我讲过机会是找来的，不是等来的，你怎么解释立山啊？他一路头尾部位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一路势如破竹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好，这一波长元科将近85度的仰角啊，哦，直上云霄，头尾部位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。你怎么解释啊？哦，这个照镜撸照撸镜也是一样，85度的仰角啊，哦，一路又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头尾不回。而这些股票回首来时消失的，我都有跟你谈，我都有跟你揪。昨天呢，啊，哦，有一家外资叫做叉模的，哦，大叉的啊，哦，然后调降了国巨的平等，今天一直杀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边出光了嘛，对不对？出光之后到现在还没有进场。那这个地方到底可不可以进场啊？看起来可能有机会，因为出了一个什么啊上吊线。那上吊线出现在高档啊，好，那就是高档。出现在低档啊，那叫止稳线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下礼拜，那也不急着出手，因为急着出手还不一定会涨。那重点是他这一波拉回修正啊，大摩调降他的平等，他是讲对了一个，他要修正融资。我看融资很高。哦，之前融资很高，你看一下，融资很高，就没有好事情。你看融资很高，哦，它就拉高之后，那也就做一波的拉回。哦，所以这个地方会不会修正融资，哦，有待观察。重点是你要会买，也要会卖，不是看涨说涨，看跌说跌。行情绝对是找来的，它不是等来的。回首来时消失的路，你觉得行情很难做？我们藏着不讲啦，你不要老是一天到晚都讲过去式啊，那个立山啦，啊，立山，那出光光也在讲，今天创新高，对不对？啊，要讲事后盘，你看一下啊，6462，你看涨到和尚撑伞无法无天啊，就是85度的仰角，你看吓死了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一路势如破竹啊，这一波如果能够吼，哦，找到这一波最低点，你看是不是最低点？啊，跌死人的最低点，有没有？是跌神的最低点，如果能够找到最低点的那种分析师哦，高手，经验老道，姜是老的辣，顾得投顾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你看到这个点，别找细抠，我看了不？啊，你要参加一个老师啊，就要看他参加研究，他的研究小组啊，能不能够怎么样？很专业，重点是经验老道，姜是老的辣。我们辣不辣？哦，我说了不算。哦，你看一下，刚刚讲过最低点是84嘛，对不对？84.1嘛，有没有？放大，镜头拉远，是不是神盾？那时候我盖牌 A 股。跟你讲一下，弯腰捡钻石，你弯不下腰啊。做股票应该怎么做？啊？啊？问那个小学6年级都知道。哎，讲价嘛，在买低卖高，你都也要供啊。啊，最低点来的时候，我五锤我供到无挪，他现在成为天下第一标的标股，84块你不爱来，涨停100.4块，啊？有无？有图有真相有扣讯的，转强创新高了。从最低点带你到打底成型，打底成型之后，后面就要怎样？出生主升喷出，你都也要供。哦，你看我把它开牌之后，你敢来吗？122，84不来122，84不来126，84不来133，84不来135，84不来，量增涨停145，84不来149，84不来150。出完之后，我希望他拉回啊，再来买。结果你看一下，我们进电脑看，老实讲，那股票，哦，卖的不够水准啊！你150块就卖掉，今天228块，涨到和尚撑伞无法无天，顾得投顾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我说了不算了，卖掉之后还一路，我希望拉回拉深一点再让我买，那不让我买嘞，奇怪。
我卖到150，最低回到120而已，152。重点是最低点啊，我有办法帮你找到它，啊，最低点呢、啊？啊，涨到现在和尚成长228，它涨到哪里去了？嘎死人了！什么叫做专业？什么叫做功力？我汤顺奎说了不算了，不是只有一档。你看回首来时销售，远的不讲，我们讲近的，啊、哦，12月10号是不是最近？今天12月14号，4天前的事情。我说有一档股票郭靖盖牌，你要把握机会。会盖盘盖横价，一定是谁啊？一定是千挑百选，一定是百炼成钢，一定是万中选一啊！所以我必须把它盖牌，那我都会买满买好，安全带绑好，后面享受好山好水、好风景的好盘，把握机会。很多投资朋友来找我哦，他知道要找对人了、啊，才有办法把握机会。买完之后开始动，买完之后呢，昨天收黑 K 棒，会跟你讲他还会再创新高。做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，你要跟着老师就是要这么有把握哦。看一下 K 线对不对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没错吧？昨天收黑 K， 我还是一样跟你讲，它还会再创新高。今天呢，一气昂昂，创新高了。回首来时萧瑟路，在低档躺着趴着跪着可以让你买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来？会费的问题，会期的问题，它已经足足涨了一根半的停板。大盘呢？大盘今天啊，重挫84点，盘中最低大跌崩盘139点，你没办法解释啊。行情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你让睁开你的眼睛看一下这个画面。哎、欸，老师啊，金价有探几呢？这个点是不是这个点？啊，开让你看清楚一点。比如说老师啊，贴太多了哦，不贴不行啊，太多人喜欢猜啊。很多人喜欢吃我们豆腐、啊、所以我为了保护会员的权利，因为我希望他领先全市场上车，我跟会员有约啊，有标股会员赚，有事老师扶起了，所以那个买点我一定要让会员买满，涨两根停板了、啊、我才会公布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点一路过关斩将40破竹，已经差了一根半了，你买也不是，不买也不是，你又错过了机会。大盘呢？最近老师啊，本周大盘好痛苦啊，解个盘吧。你不需要解盘啊，你到底要跟谁做？他跟大盘什么关系？那老师啊，哦，这个一档股票，台北股市10月份，哦，他历经了所谓的猎杀红色10月号，很多人啊惨不忍睹，大盘大跌1600多点。10月份，我10月9号我照样介绍股票给你看，我说选对股票不用管大盘，他需要功力，他需要火候，他需要经验，他需要专业。共刚刚那共，每个人看到股票跟看到鬼，对不对？十月份，我说务必上车，主厨推荐立山，求你上车，赶快跑，立马赶快闪，叫做立山。美国内需股，它跟中美贸易大战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已经点出了选股的一个方向跟策略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他永远听不懂。买完之后，你看，自己看，买回来跟你讲，我跟其他老师到底哪里不一样？为什么我选的股票啊？完全都不鸟大盘，完全不鸟大盘，啊，卖掉买回来都跟你讲，而且单股重压，啊，一路死咬着不放，你看，死咬着不放，死咬着不放，涨这么多，台北股市10月份跌1600多点，很多人呐、啊，吃袂落，困袂起，放袂存。那我讲过，跟对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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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轻松，啊，台北股市10月份1600多点，啊，我还跟你讲，小心股票会喷出，老师啊，这样赚这样很多了啦。那我就说他会喷，他有没有喷？你自己看，他一路喷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涨到和尚撑伞，他无法无天，70%，吃果只因天上有，人间难得几回飙，70%，啊，是不是立山？信不信啊？立山嘛，这个点，选股的问题嘛。它是美国前三大运动代工器材厂，它跟就是美国内需股嘛，跟中美贸易大战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会选股吗？你看我们选的股票，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单股重压啊，国基啊，你看做股票就是要这么有把握，你做得到吗？台北股市十月份崩盘1600多点，卡嫩秋嫩，换了股票跟他挂了贵。
相信你所看到的。我讲过，当千帆过尽，当两岸猿声啼不住，当标股已过万重山啊。我最近讲的股票不多哎，啊，就是这么几档，远的不讲，你看，讲近的，长源科又是主厨推荐，表示很有把握，你就是不来，没创新高，你看，创新高，创新高，又是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又是85度的仰角，长源科一路过关斩将，一路势如破竹。你为什么不在车上？会费的问题，会写的问题，大盘的问题，川普的问题。啊，民进党选举又输的问题，国家的问题，选举的问题，金正恩的问题，大陆的问题，华为的问题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我只问你啊，你到底想不想赚钱？啊，照进撸照撸五进，我就跟你讲，他撸照撸五进，主厨推荐打底半年大转机股，你就是不来，就是不来，就是不来，又是不来，心里面一大堆挂碍。哦，又是华为的问题，哦，今天又是大同的问题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？你看一下这股票涨成这样，又是85度的仰角，你看谁在买？啊，谁在买？卯足全力买。我们买完之后，外资帮你抬轿，你看，买完之后，外资帮你抬轿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它跟大盘到底什么关系？为什么我当初来选的股票跟大盘都没有关系？欢迎来告诉我，选股到底应该怎么算？最近很多的股票，投资朋友都很清楚，我们调整了很多的所谓的一个什么现金部位。重点是电子股的，你要来回做，电子股不是不能做。那波段股票，我跟你讲兆界，我跟你讲长源科，我们出光光的立山放口袋，70%，出完还在火山爆发的神盾，现在大家都在讲，奇怪了。最低点我们找出来了，你看318。要会买也要会卖，电子股就是来回做嘛。你看我买的时候弯腰捡钻石，你就不来，出也跟你讲，有没有？最高点我们出光光，出光光了，出光光，从低档带你到上来，出光光了，300带你到415，出光光了。后面我就跟你讲什么地方是买点，我们还没出手，跌停杀很大，漂亮哇！你是我的会员，你每天追求吧，九老师啊，跌死人最好啊，今天又是破底了。他在修正什么融资嘛，所以你不要抢短啊。买点到底在哪里？你听我汤顺奎的口令就对了。啊，国巨，你真的想做国巨？电子股真的来回做，不是只有一档。你看台办也是一样，我都公开操作。你看，39块，我一直带你出。你看自己看，我每天让你看，我想骗你都很难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来找我汤顺奎的人啊，都无话可说。亲戚朋友介绍的股市涛哥，啊，都有图有真相。带你到最高点之后，初期也跟你讲。讲完之后又开始了，我们又是满手现金，准备再来一次。要会买，也要会卖。做电子股，你要高超的技术。姜啊，是老的辣。固德投顾辣不辣？固德投顾是不是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？很多人今年啊，现在12月，马上1月份，哦，啊，12月本节红娘的鬼啊，剩下一个半月就要过新年，你要不要拼？当然要拼啊！哦，你的操作表示你的观念真的有问题。我们最近是在布局。准备要大涨倍数的成长的明年的股票，我连盖牌都不想盖，因为我们还在吃货，哦，不想讲太多哦。你想听中美贸易大战哦？还有什么标股像立山，哦，像很多的倍数的成长股票来听演讲，中美贸易大战标股策略，为什么我们的股票跟标中美贸易大战都没关系？去想一想这个问题，这是免费的演讲啊，礼拜六早上10点，哦，到台南，哦，难得又去台南，礼拜下午3点丰原。早上10点到桃园，下午3点回到台北。这四场演讲会啊是免费的演讲，但是需要花1块钱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。演讲会有很多标股的悄悄话，汤老师会跟你讲该怎么去找标股，如何规划你的资金，透过100分的操作让自己财富倍增。很多人来到这个市场，那资金不规划的，哦，也不会买，也不会卖，也不会停损，也不会停利，只会停利而不会停损。哪些公司未来还有倍数大涨的空间？哦，来听演讲。哦，礼拜六。早上10点台南，下午丰原，啊，礼拜天早上10点桃园，下午3点台北。利用广告中的电话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。我们会场啊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亦师亦友，坐下来谈。进一段广告，回到现场来。哇 ，Squee 雪印成长配方送蓝宝坚尼平衡车，耶、yeah, ！我的第一台蓝宝坚尼，有奇迹如新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投顾
拄啊甲无啉滚水真好，那加优乐安佫较好。感冒若较重，爱用加强液。好话就要一代传一代，好哟，嘛要报大家知。三支护刷票，优乐安。大家好。你有口臭，口臭是因为火气大。正记加味消臭丸，特别增加黄连解毒汤。嘴干、嘴臭、嘴臭，嘛就好。便秘搞危机，正记咖啡消毒丸。有较好的止痛药啊无？我人不管是便秘痛、喉酸飙、消炎止痛，400ml欢迎就白买。有消炎、止痛盖有好。我头痛、生理痛，赶快吃这400。人药师家己嘛咧用啊，买喉酸飙都无唔对。三支喉酸飙，消炎止痛痛。400。送 Galaxy A9 全球首创四镜头，三送 Galaxy A9 全新上市，买三送 Galaxy A7 A9 送蓝牙自拍棒。屏东三军石狮公堂神秘故事，鹿谷漫游好时光，嘉义部落轻旅行，花莲在地小农翻转产业，群策群力打造在地新风貌。12月15号周六下午1点，中视60分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几乎也是16个人的剩饭，他们都不要接的戏才是我们。可是我用3年时间，我让他们都吃我剩饭。每周六下午2点，改变的起点。今天又重挫，你又没信心。那如果、啊、你最近来找我的，你像你前几天呢、啊？我们不要讲以前了、啊，前几天是不是？今天12月14号，是不是12月10号？你下定决心，我讲过，选对股票不用管大盘。不用管大盘，大盘跌死了，那崩盘了、啊，你也不要理他。川普唱了什么歌，你完全不必理他，你就安心交给我，跟着蜜蜂啊，你会找到花朵。你手续办完之后，盖白股郭靖，我说你把握机会，就像最近有一个陈小姐，啊，她来找我，台中，我跟她讲这档股票，啊，有什么什么什么，业内业外，明年很恐怖，她就开始买，买完之后呢，2天的时间让她买。买完之后开始涨，啊，他500万操作，你看他今天呢、啊，已经快1.5根的停板了。他跟大盘什么关系？这个点，是不是这个点？跌下来这个点，啊，那台中那个陈小姐，他500万操作。再标一根停板，我就会公布了。那又如何？花开不同赏，花落不同悲，欲问相思处。远的不跟你谈，谈近的，你到底要跟谁做？他跟大盘什么关系？今天大盘重挫，盘中139点，跌死人的。啊，相信你眼睛所看到的，他为什么旱地拔葱？他为什么直上云霄？下礼拜又要一飞冲天了。机会是找来的，跟你找不到你就跟对人了。我们最近在布局明年要大涨的股票，单位是用倍数来算的，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就听不懂。我连盖牌我都不敢盖，啊，因为我们带我的会员，我讲过我对我的会员的承诺，最好最漂亮的买点一定要让他买满买好，好买完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盖牌。因为我跟我的会员有约啊，有标股会员赚，有事老师扶起啦。听得懂就听得懂，听不懂的人啊，那你就慢慢看汤老师解盘吧。那解盘的节目也很多，解完之后呢，你还是你，我还是我，说实事，对进成名，我们都是玩真的、啊，会员的权利优先。
你今年都没赚到钱，表示你的观念有问题，产业不明，害怕中美贸易大战，你就来听演讲。潘老师应观众朋友的要求，又难得全省走透透，中美贸易大战的标股策略。为什么我们的选股啊跟大盘都没关系？好，这是免费的讲座，好，但是需要利用广告中的电话打电话进来预约做。礼拜六早上10点台南，下午3点丰原；礼拜天早上10点桃园，下午3点是台北。这4场演讲会是免费的演讲，好，但是需要花1块钱，利用广告中的电话，好，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。然后我讲过，我们在布局啊，像这种股票，去年最具代表性的一档股票，它好像是外号叫立三汤，去年是106年5月22号。我说汉地拔葱，立三，立拔三合，光我们买，你看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，光买啊，光买就买的手软，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，买一个半月，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，买一个半月，买到昂阿波完给之后突破大收敛三角形，从此以后你看不到低点，看到没有？从此以后出也跟你讲，喘一下，买回来也跟你讲，因为它不跌嘛，你看立三。从我们讲完吃货，光我们跟着吃货，吃货吃了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之后，飙到哪里去？你自己看，去年的最具代表作涨一倍，我还是跟你讲，它会喷出，它叫做立山，啊，一直撑，一直喷，你看还是不出137%了，火山爆发，你要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翻身？再讲一遍，我们在买这种股票，我们最近在买这种股票，你如果想知道，就来听演讲，两倍了，好，我跟你讲到多少钱。啊，这里多少钱？这里多少钱？这里20几块，飙到70块，两倍了，240%了。出现也跟你讲，唐老师变成有一个外号“立三汤”了，有没有名不虚传？那老师啊，真的还假的？再讲一遍，我们最近一直在买这种股票，去年立三两倍，那今年呢？今年的立三又来一次了，那我唐老师有没有错过？唐老师外号叫立三汤，10月9号，10月份台北股市崩盘，跌1600点，我们立三又出买，唐老师的立三又带会开始大买，买到手软，买到脚软，大盘10月份猎杀红色10月号，跌了1600，每个都手软脚软，过年不知道怎么过啊，每天对酒当歌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，我还跟你讲小心会喷出，你打死都不相信，怎么可能有股票会喷？啊，怎么有股票会喷？我们来看看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头也不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出现也跟你讲，又是70%，又是探囊取物。你玩的捉襟见肘啊，我们探囊取物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钱到底应该怎么算？你看，而且你每天看，每天看，每天看，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又是财富重分配，它跟大盘到底什么关系？跟中美贸易当然什么关系？这就是你的选股策略嘛，很多人说策略策略策略，你真的有策略吗？啊，照镜，明年啊，资安的代表股，资安的代表股接了什么订单我不能讲，啊，你看都是外资一直在买，我们买完之后外资一直买，帮我们抬轿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都没赚到钱，来听演讲，我再讲一遍，来听演讲，哦，你想先下手为强，这单股票打电话进来问，花开见佛，哦，演讲会有。我会跟你讲这档股票，每日，哦，每日哦，与日本公司合作打底半年，花开见佛，打底半年呢，啊，哦，来听演讲，啊，哦，没赚到钱，今年都没赚到钱，想在过年前大赚一波的，哦，中美贸易大战标股策略免费讲座，礼拜六早上10点到台南，下午3点到丰原，啊，哦，礼拜天早上10点到桃园，下午3点到台北，这4场演讲会是免费的演讲，但是需要花利用广告中的电话花1块钱打电话进来预约座位，那演讲会我跟你讲如何找标股。哦，如何规划你的资金？透过100分的操作，让自己的财富倍增。哪些公司还有大涨的空间？下一档立三在哪里？我们会场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大藏鲜冰箱，冷流保湿，时尚节能，超越新一级能效标准，冷藏冷冻专家首选绅宝。
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同步致富专线为长来用行，人就长性命。正气为友是孙中药的，各长各位各会当治胃病。正气为友，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。优质好菜 ，MOS 用心，用好食材，拉近新的距离，看见安心的笑颜。我是大哥。感冒、头痛、鼻水流，赶紧优乐安配烧滚水，滴滴搁真有效，三支护手飘优乐安。辛苦了哦，要好好吃饭哦。收到啦，我有吃好饭，最好吃的台湾在地米 ，MOS 用心，用好食材，拉近新的距离，看见安心的笑颜。我是大哥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旗帜多重方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，富德同步致富专线买单，总共是2970元，谢谢。来，每个人495元。我去领个钱。我只有250。好啦，好啦，好了啦，社会在转，台湾配要有。我也有。走五块，还是不找零了？转账购物随时配。欢乐星期六，你消费，台湾配付钱。您现在收看的是。